暂停一下，过来，跟我一起来。等一会儿，我们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事情要做，不要跟妈妈说。因为今天是母亲节，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节日，对我来说，我自己的母亲给我很大的影响，李灿也会给豆苗很大的影响。我应该做一个大一点的计划。你真憨笑。已经做，已经预做了一张，所以妈妈走了就不做了。但是先要给妈妈看，你再做好吗？就做一单元吗？做到妈妈走了，你自己主动开始做这个，她会很高兴，对不对嘛？母亲节给她一个惊喜，快点去做。好，开始做，开始做，快点。在做作业呀？对，对。嗯，不错呀。哎，不错呀。Good。Good。我走了哈。OK。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啊，谢谢哥哥。拜拜 ，Love you， 拜拜 ，I love you。妈妈，拜拜。嗯 ，Happy Mother's Day。Thank you。你是我，你是我的唯一最爱的老婆。你是我这一辈子最好的老婆，这一辈子最好的老婆。我估计我也是你的最好的老公。错，但是怪。呜呼！不能细琢磨这句话。是说的什么怪？说这种的话，你会快一点出门。我们很忙。我跟你们说了，妈妈走了，不做了那个。哦，我走了，他们就不做作业了呀。他在做的是第二层的。OK， come on， 我们等。做好了的时间，我们就可以好好给妈妈画画。哇塞，好放派！这个你可能做不来。哎，哎，越说越会好好做的。对，他就是这样的性格。你越说他不行，他越要。OK， 继续做。有点复杂哦。OK， 哇哦！就过去十年，我给他买的礼物应该算60%都是那种很傻的。我选礼物原来就是选的很差，所以我就想了这一次一定要做得好，所以就想了我们这十年在一起有一些特点的情况写出来，表现清楚给他，我真的是真心的爱他。Hello, welcome back. Wow, you're really hot. Wow, I missed you. I missed you too. Okay, Dodo, 要把你的礼物给妈妈，要把你的礼物给妈妈。看我头发都乱了。我的帽子都不见了。喵喵，这个给妈妈。母亲节快乐！母亲节快乐！妈妈，母亲节快乐！妈妈回家看到我们在洗猫咪，很高兴。喵喵在刷屏幕。
这是啥子哟？哎，画得很好喂。很好。那个是苗苗在做拼图。怎么了呀？妈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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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
啊，这是苗苗画的。这是什么？抽象派。抽象派。哇哦！哇哦！笑不出来，都没有眼睛。对。我还在笑啊。这个是一个老鼠。 不是，你看嘛，这里在笑。哦，一个青蛙。看你怎么解读呢？对，有个很多方法。灰头发，我是灰头发，头发。爸爸，你过来看，妈妈有很多很多头发。<笑> 这就是抽象拍卖的贵的原因，是的。说实话，我这几天我没有放任何一个在细节品小细节品里面，但是我发现是有非常多的细节，我忘记了，所以我跟你说细节是什么。 哎呀，还是这样裹着的。2012年7月14号下午5点1刻，在夏天的，就是傍晚，我穿了一件宫保鸡丁的短袖，打破了你对一个高帅气老外的想象。 但不管怎么样，你在那天走进了我的世界。哦。哎呦喂！你也必须拥有宫保鸡丁一家，真真切切的。宫保鸡丁一家。对呀。给你。打开。这是什么？打开。 怎么又盖回去了？哎，不止。哦，宫保鸡丁一家。我的还有。我们全家都可以穿着宫保鸡丁，我喜欢我的老的嘛。 哦，找到他那件出来，哇塞，这个真的是太有创意了，这个穿出去好拉风哦，这一家人，对不对？我们这次来就是穿的这个T恤。2013年7月12号，我原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求婚计划，但是种种原因，它泡汤了。 但是我希望你永远记住那个时候最帅的我。哇，你好帅呀！太帅了！你求婚的时候也不是这个样子。19年5月8号，可爱的苗苗出生了，我们一家争气了。 所以我们三个人一起给你做了一些手工的娃娃，这两朵是我给你做的花，这是我做的猫咪，这个好漂亮哦，猫咪做的还不错。抱歉，婚礼上我有心思，什么心思？15年6月13号，大日子我们结婚了，我们的婚礼。怎么说？我觉得有一点遗憾吗？就是。 我的父母没有办法过来，因为我妈已经
就不太容易走路。然后我就今天在想，这个也是母亲节，所以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也尊重一下我妈？我就准备了一个礼物给你。这个礼物是特殊的。好。啥？是什么？好香啊！嗯。这是什么？那个是我妈最喜欢做的饼干。哦。他小时候经常做给我们。我小时候说实话有一点不高兴他做这种的饼干，因为他觉得巧克力对身体不健康，所以一直放葡萄干在里面。说实话，这个也是我外婆给我妈做的，我太外婆也给我外婆做的，是很老的一个做法。你要做什么食物吗？我在做饼干。奶奶以前给我做的饼干，我要给妈妈做。哦，就是我的妈妈，你的奶奶，她以前做饼干就做给好多好多人。嗯，奶奶做的以前的饼干，我觉得很香。你的奶奶，虽然你没有机会见到她，她年轻的时候非常漂亮。有的人说你看上去有一点像你的奶奶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嗯，两只手，哦，拿着这个。嗯，但是很烫，里面。没关系。OK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也会放那个葡萄干，我也不会放巧克力。真的。